锂电池相关股禁封锂业1772。H 股市值483亿元。A 加号 HAT 总市值3049亿元。昨21日急升14%，收167.6元，创历史新高。去年10月初至今飙升344%。另一隻电池股天能动力819，市值156亿元，下称天能，现价13.84元，较今年1月高位22.55元错掉近40%，非常吸引。一禁封是锂电池的锂资源生产商，本月14日发盈起，因产品售价上升及金融资产升值，今年中期盈利料将大增，往即 P177倍。彭博综合大行预测今年 P89倍 ,PB130.7倍。二、天能主力生产动力电池，用于电动轻型车，包括二轮及三轮车，是业内龙头，但亦具锂电池概念。公司最近一期年报第9页指出，已与法国杜达尔法 TTE 市值921亿欧元旗下瑞福德合作，积极投入锂电池的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，已形成原柱、方形铝壳以及软包电池多种产品形态。天能去年推出的新能源电池以锂电池为主，营收10.59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增69%，只占总营销仅2%。天能的锂电池概念，未来可能对股价产生引擎作用。公司下月底发表中期业绩，而密切留意天能锂电池的最新发展。持 A 股值488亿元。三、天能35年前创办，14年前上市，此刻市值156亿元，不能说少。然而仅所持天能电池股股份户688819，下称天能电池86.53%。以值488亿元，较天能本身市值已高出213%。四、天能电池今年1月中由天能分拆，在上海科创板上市 ，IPO 价41.79元人民币，发行股数9.72亿股，最高80.16元人民币，最低39元人民币，现价48.39元人民币。去年天能电池赚23.14亿元人民币，大增50%。今年首季，天能电池营收72.59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增34%，纯利4.12亿元人民币，按年升41%。五、天能去年营收535亿元人民币，相等于禁封的9.7倍。上升34%，纯利24.77亿元人民币，相等于禁封的2.4倍，增长47%。今年盈利预测29.7亿元，增长16%，预测 P4.5倍 ,PB1.1倍。天能电池今年盈利预测增加20%， P15.2倍 ,PB5.8倍。天能估值较天能电池吸引得多。六、表面上天能的 PB1.1倍不算特别低，然而所持天能电池以对方股价计，则天能的实际 PB 估计低至0.28倍。七、去年底天能手上净现金41.2亿元人民币，财政良好，应付预计资本开支13.4亿元人民币，绰绰有余。天能现价13.84元。估值吸引，锂电池概念一旦发挥作用，有机重建一月高位22.55元，潜在升幅63%。银河联昌体27.64元，辉立体18元，小于同长嘉影大于7月7日预测新创建659，市值321亿元，19日发盈起，公司7月20日发盈起。2021年六月年结全年纯利不少于10亿元，增长2.9倍，经营纯利不少于50亿元，增长42%。
股价作21日弹升 7%， 收 8.22 元。成交金额逾半亿元。目标价重温11元。